佢叫阿山，今年生日就6岁。故事由佢开始。故事发生喺广东省偏远山区嘅一条农村。阿山嚟到住嘅时候，只系得1岁大。天未光，教堂就传嚟一阵阵嘅钟声。村民听到钟声就知道要起身，开始一日嘅劳动。未食早饭，未开始耕作，首先就去教堂念经。呢条村大部分人都姓庄，庄老伯70几岁，平日帮手打理教堂嘅杂务。佢好细个开始就一早一晚都嚟呢一度念经。50年代国家推行嘅政策带嚟宗教风波，村民唔可以上教堂20几年。呢一条宗教村有100几年历史，住咗1400几个客家人，差唔多全部都系教徒。各个细路仔出世冇几耐就要接受洗礼。阿山是例外，他今年6岁，还未领洗。眼见其他同村小朋友都洗了礼，就成日问阿公阿婆自己几时受洗。本来我们是要接他父母，我就怕他父母亲他们就拜教啊，不拜教手一定会怎样，我们不讲了。因为我二年啊，还是没有什么文化，就不会读那书，所以呢，失掉了他的爸爸妈妈这个名字啊。张亚山带翻嚟村嘅系庄婆婆。4年几前，佢出去深圳帮个女凑2个细路，当时一对香港夫妇请佢照顾亚山。亚山嗰阵就只有8个月大，对夫妇话。两个人在香港要做嘢，所以想将阿山摆喺深圳俾人凑。佢哋应承每个月俾2000蚊俾庄婆婆做生活费。阿山跟住庄婆婆喺深圳住咗4个月，父母嚟睇过佢1、2次之后就再冇出现，亦都冇再俾生活费啦。深圳样样都贵，庄婆婆决定带阿山翻去乡下。有啲拖台来，怕佢拖事啊，怕佢拖事，佢我自己都要做。因为我两个仔，两个仔，前两年子啦，人样讲，自己人啊，抽台机、拖台机、潮汕啊，唔好去惊佢个条动作，叫我做我自家个仔干台。老皮话拖机嘅人，谂叫做搏机嘅爸爸嚟切，老皮响笑。庄婆婆相信阿山爸爸终于有一日会翻嚟接翻个女。养咗阿山4年几，由体弱多病变得结结实实。试过有同村嘅人话想领养阿山，佢都唔肯。好啊，人家请落去卖个六命，人家爸请落去卖二个六命，冇冇个人。你每日佢很少啊，卖面价市场嘛，啊唔咩咩，少啲啦。你睇，如果俾几毛爹娘，我肯赔钱。爹娘嘅意思，佢要爹娘嘅时候叫啊。希望见好啊，遇见我啊！蛤蟆，蛤蟆公，蛤蟆，蛤蟆公。他跟我们叫。他跟他们叫啊，叫是叫公公，下面的跟他们一样，跟个孙一样的吧，叫嘛。他有没有爸爸？他不喊爸爸妈，爸爸妈妈妈就没叫我公公，就叫那个叔叔。阿山带着一本回乡证、一本回港证喺呢条村住咗落嚟。庄伯伯试过委托一位香港神父帮阿山揾父母。最后我就希望他们要带过去，不要失掉他们的前途，对吗？哎呀。
他们是香港的夫妻对吧，我们农村界的一个身份不是吧太好嘛，所以办可以马马虎虎的事是吗哈。神父于是透过香港红十字会寻人，几个月前庄伯伯亦都去过广州红十字会，他们看一下这个这封信了哈，这些马上你可以送回去，他们如果到他爸爸不到的话，他们送到孤儿院去了，我那么我吧这样不行了，他们寄家爸家爸到孤儿院就有寄哦，从来就没看到寄财来嘛，如果没寄爸爸草去楼梯的人去自己要过不得去，孤儿院不如你就好一点啊。他是阿贤，阿生叫他做阿叔，他是庄伯伯的细仔，几年前他由深圳带着阿妈抱埋阿生回去条村，还被村民笑他在外面生了个女。阿贤20岁就开始出省打工，10年来都是一个人在外面生活，过时过节才回去家。我家即是没什么做嘛，出去看看外面咯，是吧，我屋企是呢度冇咩錢俾你揾噶，嚇你都睇到噶啦，係嘛？啲全部後生仔都出嚟揾錢，係嘛？呢條位處山區嘅小鄉村，本嚟係靠種茶葉同埋種田為生，自給自足。外於位置偏僻，收成好難外銷。車路開發之前，村民行去最近的小鎮都要2个多钟头。86年車路開發之後，村民同外界先至多咗接觸，而呢條路亦都將村內一批批年青人帶到外面去闖。而他们亦多少将城市生活的习惯带回来。打麻雀是近几年才在村里出现的新玩意，但是年轻人多数都是偷偷地玩，怕老人家见到会骂。五后的形象就要你的赌博打麻雀的，就是你30年就要你的麻雀的，但是要外面对着你。佢就係日本上年啊，攞咯。你嘅嘅賭博嗰時候叫做馬大仙堂啊。過去啊，見呢個村子啊，建房子嘅好少啊，想出門呢10年內呢，出門打工，見呢5年內呢，就可能有新房咯。呢條村係國家嘅扶貧對象。但是部分人先富起嚟，起新屋是一个标记。新的平房是用钢筋水泥起，旧屋是用砖瓦起的。由屋的外貌可以估计到这个家庭有没有人出省打工，经济状况大概是怎样。阿贤同乡阿刚有5兄弟，4个在外面赚钱。而家呢間樓屋咧，都係我以前住噶。呢間樓屋幾年前，阿江景弟夾錢喺舊屋前面起咗間大屋。舊屋已經冇人住啦。都係剪草屋，咧都住咗幾家人嘅以前。係而家都係建咗平房咧，大家都有一個村嚟講咧，都有嗰只啊風俗一樣。反正大家你起咗，我都起平房啦，係嘛？反正起咗平房咧，即係住咗都舒服啲，依啲咁都有呢只心情。而家全村有300-400人喺省度打工，大部分都係做裝修，賺到錢就翻鄉下落手落腳起屋。在深圳的边喝酒，每逢佳节陪思亲，长年累月在外面跑的人，过时过节都回乡下团聚。
阿江一家就有二十几个人由醒到翻嚟食呢一餐团年饭。新年快乐啊！村呢一般都有一人咧，都可以食饭啊，都可以两三餐进村嚟噶嘛，都有时都系五餐嚟噶，仲有两餐系茶嚟。快啲幫佢中保啊！依家捉中保啊！加咩加咩粒中保啊？你誒依家都中保，誒有眼上台啲嘅，嗯，有啲場內要請得係你基本。我依家見你爸爸死啲事喎，依家人家問我爸爸死啲事喎，有老小孩講啊，你爸爸死啲事喎，就。永想出东莞打了两年工，储够钱开了间士多。永想原本立志做神父，在修院读了四年几书，最终决定过翻世俗的生活。初初出省打工，有很多人很多事都看不惯。看到那个人的那个精神面貌，还是接触不了。特别现在很多那些外面像那个做鸡的什么东西，刚开始觉得很多不可思议。感觉到很可怜，听多了看多了也没有觉得，反正觉得反正这个社会就是这样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就那个越来人家的虽然有生物质生活充实了，但是觉得精神就越来精神生活越来越贫乏越空虚嘛。在同村一位神父的鼓励下，永想同佢妈生哥哥，七年前入修院学做神父，结果哥哥成功，他就半途而废。这个还俗的意愿，家给他很大压力。我的父母都说，哎呀，他说为什么？我就把刚才就是说我的话，就说做神父的，不是做了神父就好，而是做一个好的神父就很难。他听到我不来的时候，他一两天没吃饭都吃不下，他睡觉都睡不好。后来就是说我给他之前把讲明了，哎呀，他你自己的事你自己自己看。做不成神父做生意，永想说在心目中做神父的地位始终高过做老板，但他很有自知之明。反正生活是要钱，但是赚钱也是为了生活，但是不是单单为了赚钱，但是公平的，不要欺压那个顾客。永想走不成神迹之路，村里面有其他人继续，灵修女是其中之一。自从七九年宗教开放之后，这条村的新一代出了五位神父三位修女。灵修女跟六十年代出生的教友一样，小的时候不可以公开过宗教生活，念经学道理都要在屋企。灵修女十八岁就立志献身教会。即我一话到话要去做修女，爸爸妈妈都一下应承，一下赞成俾去做修女咯。
即譬如話去打工啊，初初我都未有諗到咁快有修院開，即係話要去打工，爸爸都唔俾嘅。1987年，當廣東省嘅女修院一重開，佢就同同村三個女仔去報名入讀，其中兩個中途放棄，靈修女同另外一個同鄉完成心願。我哋識得出嚟做嘢嗰陣時，你已經係冇心理喺度啦，全部都死咗噶啦，冇喺度噶啦。即係我哋就知道出嚟係一心一意為教會服務，就唔知道佢哋以前受過乜嘢艱難，佢哋就冇講，只有神父講少少俾我哋聽。神父問我哋怕唔怕去做修女，假時間好似以前佢哋咁樣，佢話怕唔怕，我哋話唔怕。老村民話：52年土改期間開始嘅宗教風波，為全村帶嚟最苦難嘅時期。之後斷斷續續30年裏面，都唔可以過正常嘅宗教生活。教堂跟隨政治氣候時開時關，到文革時期仲足足關閉咗10多年。呢段時間，村民連念經都唔敢念出聲。唔准公开人物就国民咯，国民没人物，你一家可以你自己家里人，我一家就我自己家里人物，唔准两家唔准合，唔准合进来人物。你教会嘅信仰，书籍全部喺那萧条，你教堂里面教堂好多好多个形象啊，好像全部都。所以十九年就信堂就蛮高完了，可以个宗教三番呢，就毛地方就到李家伟了。82年呢，信堂就可以落就哎向政府申请，正式高完就83年。出面有嘢做啊，喺出面做啊，系嘛？我嘢做咧，翻乡下咯，种田咯，系嘛？阿贤喺深圳嘅酒楼做开点心师傅，散工性质，边度有得做就去边度。因为经济唔好，翻乡下过年之前连份工都冇埋。而家谂住留多几个月，帮手过埋农忙先至打算。不过最终都系会翻出城。一路啲咯，做嘢系嘛？即系唔像农村咯，多嘢做。年青一代往外跑，老人家继续上山下山。庄伯伯做咗一世农民，佢唔希望下一代同自己行同一条路。你们哪个年代想要向上拔了，不要跟我下面，让下面去搞了。一般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跟你们成家了，是吗？稍微有点文化的，有其他好的，他们就到外面去。阿山在香港出世，没有当地的户籍，要留在这里生活将会面对很多问题。好像来紧9月，他就到入学年龄，读书问题需要首先处理。那么像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啊，那么好久也是蛮是经过你这种事情。那么按比较常规呢，就系将我提来啊，一般都要加收的，系捞征用费那种，而且价值费啊，要300-400块钱。如果只读小学还不大问题哈，如果你要上中学啊、高中啊、大学，这样比较很麻烦了哈。如果这一关你过了，又到上面了，那怎么办呢？是吧？就在这里，大家还可以做个人情这样，是吧？又到中学了、高中了，这样就比较麻烦了。呢条村旧年整顿户籍，严格规定小朋友做户籍登记，一定要出示出生证明书同埋父母结婚证明文件。就算阿山登记到户籍，庄家仲可能要交超生罚款。入学嘅学生系第二胎要罚200，第三胎400，冇钱冇办法解决。要读书，现在不读书不行了，哪一个人没有文化就不行了，没有钱那个没有，最多的小学校和毕业生，最低的小学校，这个高的没就初中了，一个先把考一个完没就高中了，是吧？我们家是这样的。
看来李龙人啊，读书啊，挺多些，读书人家读书就读书就聪明，人都聪明那人。香港红十字会最近找到阿山的爸爸，但是他说未决定怎样处置个女儿。我自己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我要放弃，到这个你要看你到底你能不能办法，不要把他钱都撕掉是吗？哪个人都是吧，把他们那个钱都撕掉。你个孩子他从小都跟我一起长大的，他走了，都跟人家没事。你咪挑几天啦，就会心开，莫相处啊，彼此彼生的那就不会。自己几点养老啊？嘛，就不会。